法师，诸位同学，请坐。今天由于调整机器的关系，延误了一个小时。现在我们从大用无方第八段啊，毛光照业三昧门，四十四光啊，我们从第十光看起，第十法自在光啊，这一段呢有两首偈，前面一首呢我们学过了，我们从第二首偈看起啊，先将经文念一遍啊，恭敬供养持法者，借势守护诸贤圣，以种种法施众生，是故得成此光明。这一首啊，是讲法自在的因性啊，四十四种光在前面呢跟诸位说过，是略取几个例子。毛光，毛是身毛，就是我们说的全身放光，这个光照的利益了无量无边呐，说不尽呐。啊，世尊为我们呢举几个例子啊，略说四十四种。啊，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凡夫也能感受，但是说不出这么多啊。即使此地讲的四十四种利益，我们都说不出来啊。这个全身放光是佛法说的啊，那么在中国，中国有气功，练气功的他讲气啊，西方人呢讲磁场，都是一个意思啊，说的名称不一样是一桩事情啊。那我们接触到佛的磁场，接触到佛的气氛，当然有感受。是在讲我们在平常啊，遇到一位真正有羞耻有德行的人啊，他的磁场不一样。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啊，很喜欢呢亲近张家老师啊，什么原因呢？他的磁场非常好啊，就是一句话不说，我们也愿意在他小厅里面呢多坐几分钟啊，感受那种安详啊，这个慈悲啊，这我们能感受得到的啊。可是这么多的利益呢，
我们不看华严经呢，完全不知道。啊，看华严经才晓得，那个气氛里头啊，无量无边的利益。啊，越是心细的人，感触啊越明显。啊，这细心的什么人？当然，境界越高啊，越不想懂。啊，法自在光，我们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啊来学习，因为这一条啊，在大乘教里面有许多种的说法啊，《华严经》里面有两种光，那是六识啊，从纲领上讲啊，细说呢有十种光啊，前面呢我们都曾经读过啊，十种说实在话还是六识啊，真的跟你讲啊说不尽啊啊，他的利益也是没有边际啊，能化解我们的烦恼习气烦恼习气除掉了，自信本具的顿能智慧就显现，所以经文上有令得无尽陀罗尼啊，摄持一切诸佛法，这个都是真的啊，圆满的智慧，圆满的顿能，圆满的相好啊，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 啊，所以佛在经上一再的提醒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么在因上怎么修呢？啊，修这个法自在光呢？那今天这一手机就是告诉我们啊，你要想成就法自在光啊，在现前的因地你就要知道怎么修行啊。首先恭敬供养持法者，这个持法者简单的讲，依教修行的人啊，那么在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跟着佛出家的这些弟子们，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1255人，佛的长随弟子啊，他们就是依教修行人的代表啊。那么这些人，我们现在知道了，全是佛菩萨示现的啊，像唱戏一样。世尊是在舞台上唱主角，他们是唱配角，因地里面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的，所以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个示现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给当时
给后世人呢做榜样啊，做模范呢、啊。依教修行，这个话说起来容易，里面真正的含义呢太深了啊，知道的人也不多。祖师大德们常常提醒我们，礼要是没有了，大家不讲理了，儒就没有了。如没有了中国传统的教诲业就没有了啊，所以儒是孔子所代表啊，孔孟是代表集成了中国5000年的道统啊，那么在孔子那个时候说呢，那是2500年，从皇帝到孔子2500年，孔子到我们现在又是2500年，啊，中国啊，道统是什么？道统是伦理道德的教育，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称之为礼。啊，用这个字来做代表。啊，五伦是道啊，5000年老祖宗教导我们的是道啊。啊，五伦是从父子、夫妇、君臣、兄弟、朋友。这是天然的，不是人为的，不是哪一个人创造发明的，是天然的，就是大自然的规则啊，大自然运行的秩序啊，这称之为道。与道相应的思想言行称之为德了啊，道德的原点就是父子有亲啊，这叫天伦啊，父子的亲爱没有条件啊，父母对于子女之爱，子女对父母之爱啊，在什么时候你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呢？啊，在婴儿3-4个月这个时候最明显啊，婴儿在3-4个月的时候他不会说话啊，你可不能轻视他，告诉你他很懂事啊，他已经非常认真在学习啊，你仔细观察他对父母那种表情啊，那是天真的亲爱的流露啊，而父母对他呢也是
真爱的流露啊，没有任何条件的啊，父子有亲呐、啊，啊，那么中国教育也从这兴起，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就是这种亲爱，从自信流露的，自然的。如何能够永远保持而不变，这是教育目的 啊永远保持不变呢，这叫孝。第二个目的啊，是把这种爱扩大啊，爱你的家庭，爱你的家族啊，爱你的邻里乡党，爱你的社会，爱国家，爱众生，爱宇宙，把它一层一层扩大。给诸位，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啊，所以中国传统教育就是仁爱的教育啊。儒家到孔孟呢，啊，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啊，孔孟代表了集成了仁爱的教育，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仁义礼智信叫五常啊，啊，五常扩展到社会。就变成八德啊，八德在中国有两个说法，里面有四个重复的啊，除掉重复的呢，十二个纲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是中国儒家的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啊，所以儒代表的是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以后有道家啊，道实在讲是老庄为代表啊，他着重在养生呢、啊，延年益寿啊！啊，用什么方法呢？懂得因果，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啊，以后佛到中国来了，佛的说法啊，基本上。跟儒跟道啊完全融合啊，中国传统讲孝悌忠信，佛法到中国也是跟你讲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是善业啊，前面两句跟儒完全相应，后面两句跟道又相应啊，所以儒释道啊，就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啊，儒释道三家教我们处世待人接物，第一个就是要恭敬啊！你看佛门忏仪里面啊，拜忏仪规里面，第一句话：一切恭敬，一心恭敬，
那么再看道看儒呢，也不例外。啊，儒家礼记头一句，去礼曰无不敬。啊，无不敬就是一切恭敬的，第一句话了。礼记一开端头一句话。啊，人与人怎样相亲相爱。怎样和睦相处啊？就从恭敬上。你说这个多重要？现在人为什么恭敬没有了？啊，恭敬的反面是傲慢。啊，所以儒家基本的教育，《弟子规》也教同盟的，教婴儿的，头一个教的什么？谦虚。佛讲的更彻底。佛教人谦卑也，啊，中国的礼也讲谦卑，啊，礼的精神是什么呢？自卑而尊人，自己谦卑而尊重别人，这是礼的骨干呐，礼的精髓也。啊，尊人自然恭敬就流露出来。啊，所以不能不学恭敬。儒释道三家都是这样教。不但儒释道，连外国啊这些大的宗教啊，没有一个不讲恭敬的，啊，不讲谦卑的。啊，我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玫瑰经一共十五段，第一段就是讲圣母玛利亚的谦卑，它摆在第一条啊。啊，那你就晓得，你要想得法自在呀，啊，于法自在，你先学谦卑。先学着尊敬别人，啊，尊重别人，啊，这个我常常说啊，一定要学啊，啊，认真努力去学，把自己功高傲慢的习气放下，啊，重己轻人的念头放下。啊，学谦虚，学恭敬，谦虚恭敬是自信里面的德行。啊，信德才能往外流啊！啊，把自己看得很重，瞧不起别人。啊，带着傲慢的习气，你的德行全没有。《论语》里面，孔子曾经有这么一段话，就是：假如有一个人，他的才华跟周公一样啊，啊，如周公之才之美呀，啊，施教且吝，其余则不足观矣。啊，你再仔细观察，他傲慢，他吝啬，那这就不必说，假的，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
夫子这一句话给我们很深的警惕，我们是干真的还是干假的？啊，假的是外表装模作样，欺骗众生，欺骗自信。啊，如果你真的学习呢，那你就学圣人，学贤人。啊，这个难得，你将来一定是成圣成贤。在佛法里面呢，你成菩萨成佛陀的真干呢，都从恭敬当中学习。啊，恭敬的代表是真正出家修行人，啊，佛弟子啊。那么现在的出家人不守戒，要不要恭敬呢？要不要供养呢？那你要懂一个道理，他现的出家相，他现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我们就应当对他恭敬供养。至于他如不如法了，是他的事情，这个我们不能看在眼里，更不能放在心里，养自己的真诚厚道。我能成就啊，他如果不持戒，他不能成就他的事情。啊，佛门也有一句话说嘛，地狱门前僧道多啊，那就是不守清规、不持戒律的啊，他们将来要堕落，他堕落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我对他尊重供养，我是看在释迦牟尼佛的面子上，我把他认为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是我修行的一个样子啊。啊，我们一定是如理如法的修行的，《坛经》上说得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你看这句话说得多好！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修我们自己。纯净纯善的心，孔子说：“三人行啊，必有吾师。”啊，这三个人是代表。啊，哪三个人呢？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善人，一个是恶人，是这个意思。善人啊，善人我要跟他学习啊，他的善心、善愿、善行我有没有，我要没有的时候要跟他学习啊。恶人呢，恶人是给我们做反省的，他的恶的心、我的念头、我的行为，我看到了回光返照，我有没有？如果有呢，赶快要改，有则改之啊；没有呢，
自己要提高警觉，不能犯这个过失。无则加勉呢，那他也是我的老师啊。善人从正面教我，不善的人从反面教我，只要我自己会学，两个都是老师，两个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你说我要不要恭敬，我要不要供养？都要啊。啊，为什么呢？他对我有恩德，他成就了我。你要能这样学习，你的老师太多太多了，没有一个不是你的老师啊！啊，那你成佛不要三大师几劫，给诸位说，你能这样学，你一生决定成就。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华严经》上说的。所以祖师大德常常问你，你会吗？会的人一生成就。谁一生成就呢？华严经上的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就是这个学法。善人跟他学善，恶人看到认真反省。一定要从内心呢除掉他的不善。我们看五十三参，五十三参代表的人物男女老少在家的多，出家的少，出家只有五个其余全是在家的，各行各业有极其不善的。善财童子都是以他们为老师跟不善的人在一起回光返照，自己有没有他在提醒我，所以他是我的善知识。善财童子通通恭敬供养只有一个不一样，善财童子对于善知识他有赞叹，有恭敬，有供养，有赞叹。对于恶知识呢，恶人呢，他有恭敬，他有供养，没有赞叹差别就在此地他默默地自己改过自新对那个人不赞叹。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所以对于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持法者呢，我们中国人讲修行人我们一定要恭敬供养那不是真正修行人，拿着佛法的招牌在社会上做一些不善的事，他自己谋求一些利益，这个我们要看得清，要看清楚。那我们对他怎么供养呢？不能不供养，不要用财供养。为什么呢？他贪财。那你供养财不是增长他贪心吗？你不是害他了吗？所以我们如何供养他？我们对他法供养
这就好啊。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样子给他看了，让他自己慢慢慢慢的他能够觉悟到，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他帮助我们，我们回头也帮助他，叫报恩嘛，这就是供养啊。所以不要用财物供养，出家人是在家人的榜样啊，在家人不觉，出家人觉悟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实现，我们体会到无尽的慈悲呀，无尽的关怀爱护啊。啊，他老人家一生没有到场，这个实现的意义太深了啊。有道场，有信徒，容易生起贪嗔痴慢，啊，没有道场呢，那处处自然表现就谦虚了。你看这个方法多好啊！那真正的道场是在哪里呢？佛在哪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道场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大部分时间都在旷野啊，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晚上找个树底下打坐就行了，而且休息的时间并不长啊。这经典上我们都读到的啊，中夜睡眠休息的时间，中夜啊，那个时候古印度他把一昼夜的分为六时，六时啊，白天啊是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啊，这样分法的。夜晚呢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所以他的一时，六时一时是现在的四个小时啊。所以西方这二十四时制传到中国，中国人称小时。为什么？它比中国的时辰小。中国从前一昼夜是十二个时辰，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小时，十二个时辰啊，它比中国小。但是中国时辰比印度又小，印度是一个时辰呢，是中国两个时辰啊，是现在的四小时啊。所以中夜睡眠，那中夜睡眠的时候，中夜是什么时候呢？是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啊。换一句话说，十点钟就要休息了，两点钟就起来了啊。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的制度啊！啊，他老人家跟他所有的弟子作息都是相同的啊，每一天休息的时间四小时。那么除这四小时之外，其余的时间
佛全是在那里讲经教学啊，不说话的时候也是讲经教学，用什么教学呢？身教啊，啊，确确实实，我们现在人所谓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样不是给大众做好样子，这就是在教啊。啊，在家学生里面，不乏了富贵之人啊，有过往，在经上我们常看到十六大过往啊，那小国就不算了，大国啊，十六大国王，长者居士啊，这大富长者，这是佛的在家学生，有时候也离情啊，佛到他们的别墅，到他们的园林里面去供养，佛也接受啊。像这个经里面讲的起树结孤独园呢，住林精舍这些地方啊，佛也去住啊，住几个月啊，在那里面办学啊，这个课程讲完了，佛就离开了。所以佛一生呢，游化了，真的是没有固定的住处啊，带着这一批学生。这批学生都非常难得啊，都能够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他们就非常满足了啊，每一天亲近师尊，听他老人家的教诲，提升自己的德行，提升自己的灵性确确实实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善果啊！这学生里面有真阿罗汉的，有真菩萨果位的啊！不但出家人如是，在家弟子当中也不例外。真果的人多啊，啊，给我们后人做榜样啊！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文化跟西方不相同啊，跟古印度不相同，古印度的社会风气对出家人这种苦行的生活无限的礼赞啊，赞叹 啊中国对于世尊那种生活方式不能忍受啊，啊，服侍老师，中国人对老师很恭敬啊，如果让老师住在野外露天，让老师每天出去去偷钵去要饭，那中国人这个受不了，那是乞丐呀！啊，这学生让老师去做乞丐的时候，那这个学生在社会上不能立足啊。尤其佛教是中国帝王派特使引请过来的，到中国呢
是皇上的老师啊！啊，皇上老师怎么能叫老师啊？就住在山林水下，这不可以。啊，那他喜欢清净呢，也必须找个山林树下去建个宫殿。啊，皇上住的是宫殿呢，老师居住的也应该比照皇上。所以，这个寺院的建筑啊，全是建宫殿式的。啊，皇家的园林，所以这就不一样了。啊，到中国就住处了。可是我们想想，佛教是佛灭度之后1000年传到中国。啊，怎么样去想？尤其看到现前佛教这个状况，使我们想到啊，还是释迦牟尼佛实现有道理。啊，如果我们出家人依旧啊欢喜过释迦牟尼佛的生活，啊，现在有人在中国嘛，不要我们去到野外去住，啊，有这个。居住的场所，啊，寺院庵堂，好，能够接受释迦牟尼佛以前接受过，啊，那么这寺院庵堂的主人呢，应该是国家的，从前是国家建的，是国家的，还有一部分呢，长者居士们他们供养。功德主啊是他们的，啊，出家人呢只是在里面借住，这个可以，应该要这样供养才如法，啊，像我们这个道场，啊，我们这个道场是3层楼。3位功德主，啊，道场的所有权是他们的，道场的使用权，啊，是我们大众的，我们大众有使用权，他们有所有权，这个好。我总希望将来中国的寺院丛林，啊，这就是在家同修啊，要懂得恭敬供养护持，啊，出家人真正在这里依法修行，啊，如法的修行，真正做到的时候，他不管人，不管钱，不管事。他在这里只是办道啊，在这里教学啊，啊，那么道场呢，都是设防的，啊，不是专门供养哪一个人的，啊，你的心才清净，你的心才平等，啊，才真正慈悲呀。啊，这个法师别的地方有缘到那个地方去教学去了，啊，那我们这边再另请一个出家人，啊，或者是在家居士都可以，啊，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教学。道场是学校啊，这里头有道啊，有什么道呢？有佛道啊。那么在中国的这个佛道跟印度的跟其他国家的这个佛道确实不一样，为什么呢？中国这个佛道啊，里面内容里头啊，有儒的道，有道家的道啊，儒释道啊合成一体了，
啊，形象上是有僧啊，有道长啊，有这个儒家的夫子啊，形象上有，实际上呢，实际上佛啊，你看看哪一个学佛的人不学儒不学道呢？学道的人也学佛也学儒，学儒的人也学道也学佛啊，所以严格的来讲啊，中国儒释道啊是分不开家的，是一家人呐。啊，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色。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精神文明的特色。啊，所以我们要懂得应该恭敬，应该怎样供养。啊，供养如法，佛法就兴旺了，传统文化不但能延续，而且能发扬光大。供养不如法了，那叫造孽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要如法的供养啊。我是鼓励啊，将来在国家政府啊，长者居士有这个力量，你们自己建立道场啊，礼勤啊，现在的社会上讲聘请呢，哎，正式聘请是可以的，聘请出家人到这边教学啊，聘请呢有期限的。那么在佛门过去的制度，执事的期限呢是一年。每一年呢有一次改选，这个方法是好啊，不是长期的，一年做得好，明年再聘请你啊，可以延续啊，但是每一年都有礼请啊，如果他做得不如法，他到期了我们就不聘请了，他就得走路啊。所以这个样，这个方法好啊，好就是修行人一定要认真修行啊，你才能够得到这个这一方居民的尊重，他希望你常常在这里教化。你要搞得不如法了，啊，时间到了就请你走路，啊，那我们另外再请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人呢，到这个地方来教化我们。这个方法好啊，而不是把道场啊送给你，啊，道场送给你了。你就不能够再干涉了啊！他如果做得不如法，你也无可奈何啊！为什么呢？你已经送给他了啊！所以世尊在世那一个视线很了不起啊！啊，我们要懂得他的用意啊，能够遵守，有百利而无一害啊！啊，可不能用人情佛事啊，要有智慧，要理智。那么，不但呢，你要能够啊恭敬供养，对下面的时候啊，有戒事守护。
解释是照顾啊，啊，像我们道场里面许许多多的义工，啊，义工就是解释。内财布施啊，啊，照顾这个道场啊，啊，守护道场的主人，也就是道场所有权的。他守护我，啊，守护是什么？你们教学如法，啊，他保护你，啊，常年守护我。你不如法呢？不如法就换人了，啊，老师不如法，换老师；学生不如法，换学生。守护啊，那么像现在道场不是一个人捐的，是很多人合资捐助的啊，但是所有权还是他们的啊，他们可以组成一个董事会啊，是这个道场守护的权力机构。啊，所以这是属于地方的。出家人呢？出家人诸位要晓得，他不是属于一个地方的，啊，他是到处啊去游化了，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在哪里落脚。居住时间长短也看，都是看缘分。缘分厚，他就多住几年；缘要薄呢，他就少住几天。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他的教区啊，叫五印度啊，就是整个印度这个地区啊。要晓得，在3000年前呢，交通不便呢，旅行多靠徒步。啊，年岁大的时候，在体力不够的时候，有马匹，啊，代步，啊，多半都是徒步旅行的，啊，那你就晓得，他不是常住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人真正认真努力学习，啊，他一定会。会在这教，看到大家学习的情绪低落了，涣散了，佛就走了，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啊，这个里面也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啊，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所谓是良师难遇啊，佛法难闻啊，佛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来教学，大家都非常认真学习啊。为什么呢？知道佛不常住这里，还有住一天都稀有啊，都难得了，非常珍惜啊。如果佛老住在这个地方啊，都不走的，不到别地方去的，这个地方的人就很懈怠，没有关系了，今年学不成还有明年呢，明年学不会还有后年了啊，他用了懈怠的心啊，那怎么能学得好呢？啊，所以我早年在台中
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我的进度我的进步都比同学快速啊。同学也常来问我，你是怎么学的？我说怎么学都跟你一样嘛，上课大家都在一起，老师没有特别教我啊，但是我说我学的比你们多啊，那是我们的环境不一样，你们是台中人，老师住在这个地方，你们有的是时间，你们可以慢慢来。我不是台中人，我到这个地方啊，就是来学习的啊，时间不会很长啊，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每一天的时间我都看得非常宝贵啊。在学习的心态上我们不一样啊。啊，我在台中没有家了啊，住在老师办的图书馆啊，老师在台中办了个慈光图书馆，我在慈光图书馆做义工，所以那个地方呢给我一个小床铺啊，那个不是我常住的地方啊。啊，我不定什么时候要离开，人家不让我学的时候我就得走路啊，所以每一天的时间我都非常珍惜啊，这个心态不相同啊，所以我总是要抓住时间认真努力学习啊。我到台中去，老师给我的时间是5年啊，希望我在台中能住5年啊，他教我5年啊，我心里面清楚啊，我有期限的，你们台中人无期限的，你们可以慢慢来啊，我不可以像你那样缓慢啊。所以为什么古时候啊，这个寺院庵堂里面的执事啊，聘请都是1年，这个意义就很深啊，几年难得啊，无论是教无论是学啊，他都会认真把机会呀掌握到啊，机会得来太不容易啊啊，真的是世间无常啊啊，怎么能不认真啊，怎么能够不精进呢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这个道场的护法会也，那是这个道场的守护神啊，道场里面所有工作人员呢也皆是啊啊，无论是义工还是职工啊，通通都是维护这个道场啊，这个道场就是学校嘛，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就是从事于教学，我们现在话讲半半教学啊，佛门里面说语呢啊叫法会叫讲经啊，所以是世尊当年在世一生呢，这个讲经300余回呀，说法49年啊，300余回用今天的话半班啊，半班呢30多次啊，教学49年啊，所以用今天人啊这个来看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社会上是什么身份呢，给诸位说职业教师
不是宗教，释迦牟尼佛不是神，也不是神的使者，他一生所搞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搞的是社会教育，教育的宗旨是帮助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教学的内容，我们今天展开所有一切经卷，经卷是他的教学内容把它一归纳了。它不外是五个科目我们概略的把它分析它教我们伦理，它教我们道德，它教我们因果，它教我们哲学，它教我们科学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最具体的一个代表，这里面内容就这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都讲到圆满，都讲到究竟伦理确实比我们中国儒家伦理讲得高儒家东西只讲到一时，佛法讲三时讲道德，讲因果，都比儒道讲得透彻，那这些就更不必说了方东美先生说，佛经里面讲的这些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科学我们在华严这还不到一半呢99卷呢，我们现在才念到还不到20卷在这个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里面所讲的科学，无论是宏观世界，无论是微观世界，都比现代科学讲得高明不输给现代的科学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就能把释迦牟尼佛的本来面目认清楚了，他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跟佛的关系要清楚，师生关系。你看我们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是我们的主，他不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本师，本师是根本的老师他是老师南无这句话是印度话什么意思呢？恭敬的意思礼敬的意思我们恭敬礼敬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是他的名号，佛是个学位的名称在佛法里头有三个名称是学位，佛是最高的佛陀像现在大学里面的博士，菩萨是第二个学位，相当于硕士，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相当于学士所以它是学位的名称
啊，所以佛经里面讲，啊，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皆当作佛。啊，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拿到，好好去学习，都可以拿到佛门里面最高的学位。啊，所以它不是宗教。宗教里面，上帝只是唯一的真神呢，不能说每个人都去做上帝呀，啊，那不可以的。啊，所以佛法的时候是许可每一个人都成佛，成佛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这个要懂得。啊，所以它是学位的名称。名号，啊，佛菩萨名号，其实它是一个专门科目的代表，啊，比如博士，博士有文学博士，啊，有物理学博士，有数学博士，啊，太多了，那是哪一个科目的？啊，所以佛的名号就很多了，啊，释迦牟尼佛，啊，药师佛，啊，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啊，那就是佛都是博士，但是他们教学的科目不一样。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教我们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是什么意思？你要懂。释迦是仁慈，摩尼是清净，那么你就想的，哦，这位博士老师是教我们，对人要仁慈，对自己要清净，他教这个。啊，那阿弥陀佛教什么呢？你懂得阿弥陀什么意思？啊，阿。翻成中国意思叫无，弥陀叫量，我这个内容就太丰富了。他教的是无量啊，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学术科目全都包括了。啊，那么药师佛，那你晓得了，这个药师，你就能懂得他的意思。他是叫什么？叫我们把所有毛病习气断掉。啊，你看看佛菩萨的名号，你就晓得哦，他是叫哪个科目的？没有迷信。啊，所以佛门里面，世尊当年在世的学生，啊，学生里面。有很多宗教的传教士，有很多宗教里面的领导人，都来跟他学习啊！啊，因为佛是教育，教育跟宗教不冲突啊，没有矛盾啊！啊，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你看婆罗门，啊，婆罗门是婆罗门教的。那不是宗教里面的领导人呢，就是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啊，他是佛的学生。那《华严经》上我们就看到很多啊。啊，佛在世的时候，印度宗教就相当发达，佛经上记载的时候就96种。大的教派有6种，啊，成为6寺啊，啊，那么这里面很多很多人都是佛陀的学生，啊，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他一点迷信都没有，啊，这是一个社教团体。
主持教学的人跟护持的人啊，护持的人就是行政人员啊，教学的人呢就是这个教学机构里面的老师。啊，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它里面的职务分配啊，跟现在学校完全相同。啊，丛林的主席就是方丈住持校长。啊，他下面有三个单位。啊，首座就是现在的教务。啊，为诺就是现在的训导，建院呢是现在的总务，现在学校不是啊，训这个教务啊，训导总务啊，在佛法里面这个名称呢，啊，称为啊首座为诺建院。啊，监院也称当家寺，他是总务管总务的。啊，你从这些地方，你去细心去观察，他不是宗教啊。啊，所以现在佛教变成宗教啊，非常不幸呐。啊，佛教灭了，啊，社会教育没有了。变成宗教了，释迦牟尼佛是个教师，现在变成神了，啊，菩萨啊，那都是老师啊，啊，都变成神了，这是很遗憾的一桩事情，啊，我们真正学佛的弟子，一定要把佛教本来面目恢复。啊，那就功德无量啊！啊，世尊当年在怎么做的？我们今天要如法炮制。啊，要完全遵循着学习。啊，祝圣贤，啊，这个祝先生呢？这是修学有成就的人啊，大成就的是圣，小成就的是贤，都是讲其如境界啊。那么我们以华严经的说法啊，就很清楚很明白啊，佛在出现品，出现品在后面，我们现在没学到啊。佛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我们的自信本有的智慧，本有的道德技术能力跟福报，这个相好是福报，都跟现在的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完全是平等。现在为什么沦落到这种地步呢？释迦牟尼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我们的毛病你就清楚了。毛病是从哪来的？我们有妄想，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所以
自信里面的智慧不能现前啊，道德能力向好通通都被他障碍住了，才变成六道凡夫啊，才变成这种样子啊。要怎么样恢复呢？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是啊。啊，这种修学的方式他也给我们做了示范。啊，你看释迦牟尼他19岁。舍弃王位的继承权，他父亲是国王，他舍弃，舍弃了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他出门去求学啊。那么当时在印度，宗教学术都是世界上的高峰啊，宗教里面的大德，学术界里面的这些高人，他通通都亲近过啊，都向他们学习啊。学了12年到30岁啊，19岁出去参学，到30岁大概那一些老师们的东西他都学到了，真是了不起啊！释迦牟尼佛绝顶聪明啊，啊，这12年学到的他最后的结论是不究竟啊。为什么不究竟呢？有几个问题不能解决啊。印度在当时也真的是了不起，比中国人高。为什么呢？他们呢，学术界跟宗教界通通修禅定，而且很深的禅定，这就是佛门里面讲的4禅8定啊。在禅定里面能够突破空间的维次啊，这个现在科学家证明了，是宇宙之间确实有很多不同空间维次啊，但是印度这些高人能够突破六道啊，就是在甚深禅定里面，他们能看到六道，他们能够到达飞翔诸天啊，最高的能够到达下面的阿鼻地狱，对于六道里面的情形那了解得太清楚了啊，这个不是比量，是限量啊！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呐、啊，亲身接触到的 他们有这个能力 但是不究竟啊，不究竟，这六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没有人能答复啊，没有人能明了，所以他到恒河旁边找一棵大树底下了去打坐，把12年所学的通通放下
这一放下了，就大彻大悟。他放下了什么？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不能不懂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啊，于是我们对于事出世间这个说法呢，就明白了。什么叫世间法？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叫世间法。你学华严经也是世间法。你参禅打坐还是世间法。如果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那叫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是出世间法啊！所以事出世间法在你，一个是有妄想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是在这个地方，不在人也不在法。人里头没有世间出世间，法里头也没有世间出世间。这个事实真相你要知道啊。所以放下之后啊，哪一法不是佛法？没有放下呢，哪一法是佛法？关键在这里啊。佛这才普遍教导我们，我们没有能力啊彻底放下，没这个能力啊。为什么呢？这种染污太深了，时间太长了啊，染污太深了，不是你说想放下就放下的，没那么简单啊。那么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人，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也是一下就成佛了啊，顿悟的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给我们的实现，他没有学啊，不像释迦牟尼佛先出去学了12年，慧能他没学，什么都没学，什么也不知道，不认识字啊。你看他听五祖的教诲，他就居然能彻底放下。这一彻底放下之后，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夜读明心大彻大悟的境界完全相同啊，告诉我们放下之后的真相。他说了20个字：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仁和尚一听，一拨马上就给他了。为什么呢？真的开悟了。他这5句12个字，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了，全都说出来。你要懂得这桩事实，人家问你佛教说的是什么，你就可以说六祖讲的这20个字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诸佛所证的，一切诸佛所传的，就这20个字啊。那我们根钝呢，没法子，不能像慧能那样一下放下，慢慢放啊！希望你天天放，月月放，年年放，放下越多，放下烦恼嘛，放下越多，烦恼你的智慧就越长啊！烦恼轻，智慧长啊！如果你能把执着统统放下了，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事再不执着了，你就证阿罗汉果了。
啊，佛教的学位，他第一个学位你就拿到了，学士学位。如果再能进一步，把分别也放下，分别是尘沙烦恼，通通放下了，恭喜你，你拿到第二个学位了，啊，菩萨了。最后你能把无明放下，啊，就是妄想，妄想是无明烦恼，把这个放下了。你就成佛了，你也成佛陀了，你就拿到最高的学位了。它是教学啊，所以佛教这个学校，社会学这个社会大学啊，学生、老师跟所有的职工啊、职员这些义工。可以通通一起学，一起都有成就啊！常年在寺院里面做义工的，后来都正果了啊！为什么呢？他接触这个教育啊，这个教育是全面的，不只是教科书啊。它有身教啊，啊，我们讲的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把圆满的觉悟啊，通通显示出来。啊，那你要说这个慧能大师。开悟说这个五句话在哪里？就在他身上啊，就在他动作上，就在他表情上，就在他言谈之中，没有一丝毫隐瞒了。你会的，你全都看到了。无论你是学生不是学生。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你会了，你天天看，你天天学。啊，长时间的熏修，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跟圣贤人住长久了，自然就染上圣贤的气氛嘛。这就是毛光照一嘛，毛光照一就是气氛。你染上气氛了啊！所以学习不要忘记那个根啊，都是有根的啊。根是什么呢？佛法的根是戒律，中国传统的根就是礼义啊。不懂理，不知道义，学儒。从前李老师讲，可以做儒家的学者，啊，儒学，他不是学儒。为什么呢？他做不到孔子，他做不到孟子。啊，为什么呢？孔子、孟子，他守礼，他守义。啊，礼义两个字，他做到了。啊，礼义是儒家的戒律啊。那学道的人，如果说感应篇。没有学习，感应篇做不到，那是道学，不是学道。啊，佛法也是如此。啊，佛法的根是善业，是善业做不到，你搞的是佛学，你没有学佛。啊，学佛要从是善业学起，学儒要从弟子规学起。学道
要从感应篇学习，你千万不要看到，哎呀，这个东西太小了，太幼稚了，那是根，没有它，你就不能成就。啊，你学的再多，将来都变成学者。啊，一生搞的什么呢？搞儒学，搞道学，搞佛学。啊，以前李老师常讲啊，这样的人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换一句话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在六道里面还是受业力的支配。出不去啊。如果是学佛那就不一样了。啊，学佛你才能真正超越三界。学佛你一定要断三断烦恼。啊，断见思就是阿罗汉。断尘沙就是菩萨。断无明就成佛。啊，烦恼不断。修学大乘也是世间法啊，事出世间法的界限在此地，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明白了，知道怎样办学啊，这个佛法就是办学啊。那么这个佛陀教育协会，这是个社会学校，学习的场所啊，我们在这里办学啊，你就懂得怎样护持佛陀教育啊。真理讲的，这是无量功德，是好事情。那么有这样的机构啊，我们在这里好好的来培养老师啊。现在建立学校不难呐，很容易啊。建立了没有老师，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要记住，古大德说得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中国文化要能够再兴旺起来。确实有助于化解冲突，有助于落实和谐世界啊，会对于人类有很大的贡献啊，带给人类的安定、幸福、美满啊，你说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桩事情啊。那么培养师资还是要用中国的老办法啊，所谓是十年寒窗啊，一举成名啊。如果不能够定下来，关起门来念十年书，不能成。啊，而这些老师的基础必须是百分之百的落实儒释道三个根，他才能成就啊。也就是弟子规百分之百做到了，感应篇十三页都百分之百做到，他有圣人的根啊，再能够说是一门深入啊，十年熏修啊，他怎么会不成就呢？啊，那就是今天世界上第一流大师级的教授了。要认真呢，在这上下功夫啊，要好好的来培养啊。
啊，那么有这么多人啊，能培养这些师资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再有一个好的学习的场所啊，就是一个很完备的一个学校，以种种法施众生啊，这个法就是教学。以真善美慧之法了，真法、善法、美法、慧法，啊，智慧之法，教化众生。啊，那么现在要做呢，确实不是难事。啊，为什么呢？可以利用啊高科技的技术啊，利用卫星电视，利用网际网络啊，比如说有十几个这样好的老师啊，真的是十年在一块学习啊，我们每一天的课堂啊，每一天的功课，都同步用卫星、用网络啊，向全世界播放啊。虽然我们在一个地方，很小的一个地方，在一起学习，十年不下山啊，闭关的形式，可是我们每一天学习的内容，用这个科技播出去，就同时可以兼善天下了，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啊，在电视机这个面前一起学习啊。你说这个多美好啊！所以这个就是以种种法施众生啊，在从前很难做到啊，非常不容易。现在可以利用高科技来推展远程教学啊，科技实在讲日新月异，进步得太快了，要好好的去利用它啊。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利用网络啊，网际网络啊，用卫星电视呢，是从03年元旦开始，到现在也有五年了啊。这是我们佛门的几个弟子们他们发现搞的啊，但是也有相当的影响啊，成就也相当可观啊。如果是国家来主持啊，来搞的话呢，那它的成效超过我们10倍、100倍都不止啊，那个影响力就大了啊。所以我们呢这些年来做出这个效果啊，可以提供啊给大家做参考啊，希望真正希望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种方式是很有效果。我们难得去年有一个机会把这些都提供给联合国了啊，希望真正
有大心菩萨，来借助做有效的推动。所以这个事情实在讲不难。古人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些人。佛在大乘经教里面给我们讲布施功德，说了许许多多次啊，财布施的功德了比不上法布施啊。所以经上常讲啊，你以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比不上为人说四句偈的功德。我们初学佛的时候看到这些经文不懂，没有法子体会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我们认为那个功德是真实的，给人家讲四句经文我们觉得那是空洞的，那怎么能比啊？那么学了这么多年呢，这一句话的真实意义啊，才逐渐逐渐的明白过来了，是真的不是假的。财宝布施啊，只能解决众生呢物质生活的问题，不能帮他开智慧，不能帮他觉悟那这两者什么最重要呢？佛经上说得好，生命跟慧命相比，慧命重要啊，生命不重要啊。你看大千七宝布施啊，是帮助他生命啊延续啊，没有办法帮助他慧命啊。慧命要是得到了，他能了生死出三界，他能成菩萨成佛，财宝不行，财宝达不到啊。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你看他这个地方这个布施是以种种法施众生，他是法布施，他不是财布施啊。种种法，那就是经上讲的这，我们把它归纳为五大类。你用伦理的法布施，现在这个世间人不懂得伦理了，也就是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了。古时候父子有亲呢，现在父子不亲呢。夫妇没有爱呀，人跟人物彼此这个关系啊，都建立在利益的上面，你说这怎么得了？有利就结合，没有利呀，马上就变成冤家对头啊！所以从前的结合是道义，不是名利。现在是名利当头啊，道义没有了。你如何布施一切众生伦理的教育？这是法布施。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哲学的教育，
佛学的教育啊，科学的教育，你能够在这上面去修大布施，那你就是今天的救世主啊。啊，这是一切众生呢，真正布施啊，无量的恩德啊，我们一般人讲恩惠也啊，但是，纵然你是全心全力以恩惠布施别人，可是你要晓得，今天的人并不感激你啊。这个事实真相你一定要了解，他为什么不感激呢？因为他没有受过伦理教育，他不懂啊。还要不要做呢？还要做啊，甚至于你真正以发布施利益他，他还要侮辱你，还要毁谤你，还要陷害你，事情要不要做的？要做，还是要做啊？为什么呢？如果不做，众生太可怜了啊！他的恶念、恶行，永远不知道悔改呀！啊，果报在阿鼻地狱。一个明理的人，仁慈的人，看到这些无知可怜的众生不断地往下堕落，不能不伸手啊帮助他啊，一定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去救他，知道他不会感恩，我们不是为感恩去帮助他的啊，不是为了他有什么好的回报来帮助他，不是，完全是怜悯他的堕落啊，他将来的苦难是没有法子避免的啊。总看在这个众生呢，他有佛性，他是迷惑的太深了，不知道回头啊，要以种种法施啊去帮助他，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帮助他改过自新，这是诸佛菩萨世出世间圣贤他们做的事情啊，他们做的好事不求回报，纵受侮辱陷害也不在乎，也不放在心上，还是乐此不疲啊，还是干得很高兴啊，这叫佛菩萨，这叫做圣贤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